水口寺大桥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是一座跨越南明河的大型桥梁。该桥梁建于2009年，全长约 1.2 公里，宽度为30米，是贵阳市内最长的桥梁之一。水口寺大桥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腾四海和龙腾虎跃的意象。桥梁的主体结构采用了钢筋混凝土梁板结构，桥面铺设了防滑路面，以确保行车安全。桥梁两侧设置了护栏和路灯，夜晚时分，桥梁上的灯光璀璨，美不胜收。水口寺大桥的建成不仅方便了市民的出行，也为南明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桥梁连接了南明区和贵阳市区，使得南明区的交通更加便捷，也为南明区的商业和旅游业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此外，水口寺大桥也成为了贵阳市的一道新的城市名片，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和拍照。桥梁上的风景秀丽，河水清澈，让人感受到了城市的美丽和生机。总之，水口寺大桥是一座具有重要意义的桥梁，不仅为贵阳市的交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也成为了贵阳市的一道新的城市名片，展现了贵阳市的美丽和活力。